冷静就是决胜的关键。你看，就是左边有个捷径可以走，但是我走不到，我不会走那个路。不要，不要这样子对我！你们这些恶劣的人，你们这些输不起的恶劣馒头，你们就是这个样子，看不起别人，看不得别人好，见不得别人好，你们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不会随意的使用蓝色龟壳。生气！因为我就是将心比心的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自己不会想要经历的事情，你就在那里。太可恶了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